为着要加强反家庭暴力意识，台南市家庭暴力以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特别举办拒绝暴力幸福无限记者会，会中台南市长赖清德、社会局长周爱兰以及相关网络团体共同进行反家庭暴力宣誓仪式。记者会一开场，先透过地局的方式说明市府提供遭受家庭暴力民众的多项服务，包括24点钟的紧急救援、资讯通报、陪同被害者严肃出庭、紧急保护、法律咨询、经济辅助以外，也阁有就业转介大心服务。你怎么了？我哪里疼？给我怕了？你看，你东西要出事啊！妹妹，是妹吗？你不要担心。听说台南市政府能帮助受到家庭暴力的民众，我帮你打全国咨询专线113。喂。请问王胜公司吗？你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社工员，我们提供受暴民众很多服务哦。什么服务啊？让我来告诉你，我们有陪同服务，我们可以陪你去警局报案，也可以陪你去医院验伤，还可以陪你去出庭哦。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有紧急庇护服务哦。那你也不用担心，在经济方面我们还有经济补助，当然还有后续的就业转介，所以妈妈请放心，我一定可以陪你度过这个难关的，懂吗？好啦，多谢你啦。今麦拢无人要吵啊，当初我有伫天公杯酒进行酒桌，要好好爱你一生，互相牵制服，你今麦会当原谅我无？你讲的是真的吗？你是真心在悔改的吗？是啊。记者会嘛安排赖市长、社会局长、现在妇女基金会台南工作站主任吴小美、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秘书长刘雪芳、家父基金会南区事务所主任刘雪辉多位贵宾共同宣誓反家庭暴力宣言。全国保护专线113的通报服务，希望会当甲市民做伙终结家庭暴力，一起扶持。第三个誓词，除暴力。好，第四个，请市长为我们撕下最后的宣誓标语，无限幸福。针对家庭暴力的情形，赖市长除了宣示市府终结暴力的决心，也呼吁受暴民众千万唔通放弃，也是讲家己忍受。应该马上通报全国保护专线113。赖市长嘛，希望市民会当甲市府共同做伙终结暴力，让台南市成做一个无限幸福的幸福城市。这个文化首都的市民，哦，咱应该爱拒绝暴力。哦，什么代志吼，用话来讲就算了吼，无一定爱起家动手啊。啊，我想起家动手，无能解决问题，颠倒吼会制造问题。那第二项呢，就是讲万一啦不幸。啊，就发生啊，吼！啊，千万唔通放弃，哦，啊，更加唔通吼，安尼家己吼，秘伫个即个壁角啊，吼，啊，黑暗中家己安尼孤独忍受，啊，有当时啊，未堪未变忧郁症，啊，忧郁症啊严重，有可能就走上绝路，吼，啊，即拢真唔好。但拄啊，社会局个即个戏剧内底演甲真好，吼。第一，就是讲，若准万一发生个时阵，你敲电话113，市政府社会局会当提供。这个陪同服务，哦，陪你去验伤，陪你去看医生，哦，陪你去找律师，种种拢会使。啊，第二就是讲啊，会当甲你庇护，吼，厝的无啊多人去，后头厝也歹势，啊，无看市政府社会局甲你安排去一个所在，先伫遐住，吼，啊来解决代志。啊，住嘛袂使住永久啊，吼，所以社会局佫甲你帮忙，啊，经济的这个帮忙，啊，职业的训练，吼，啊，职业的这个甲你替你找头路的帮忙，哦。啊，所以就变讲真周到啊！啊，代志若解决了后，哎，你就会当重新开始。
家庭暴力中心表示，全国保护专线113是24小时免付费的求助电话，只要市民打电话寻求协助，就当由民众的所在位置的家庭暴力以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马上接听，并且提供服务。希望大家会当勇敢捍卫自身的权利，也是讲发挥家暴心主动通报，和社工及时介入处理。